我们要来欣赏小块溪社区发展协会哦。刚刚是帅哥美女，这接下来是青春有活力的，平均年龄才到十六岁，这边刚好过年了，所以年长一点点，他们17岁，好不好？小块溪社区发展协会带来两段精彩的舞蹈，来，现场朋友掌声欢迎他们。小块溪社区发展协会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，掌声欢迎。
过完年就18岁了，会变几个来？